大家好，我是表妹哦。我们今天来到废弃养殖场这边赶海，下面的话已经有阿叔在那里放笼子了，已经是放好的了。这里货应该不少哦，我们也再去找找了。这边一些小小的苦螺比较多。哇，哎呀，哇，一个坑子，这个头不错哦。哎，那有一条虾，那里看到没有？那里，哦哟，这么能跑！看，哎呀，哇，可以收啊！这虾漂亮哦，这种海边这种虾的话，它的基本上都是这种个头，它不会很大的，所以说它是可以收的。来了，哇，这里。哇塞！哎呦，哎呦！哇塞，这里哇，藏着一只这么大的家伙！哎呦！他想逃！来！哎呦，上岸！哇塞，这只可以！哎呀！这么难夹！这只个头一斤半，爽！这吃起来可以哦，吃起来的肉质特别好吃的。哦，巨鲸蟹在这里哦，两个巨鲸蟹在打架，都是巨鲸蟹，哎呦，掐起来了，呵呵，还第一次见呢。这底下好多巨蟹，哇哦，坑子。哎，他想逃！哇，这只螃蟹好老了，哎呦，看的颜色，老螃蟹来的了！哇，看到螺了，这么大个个头。哎呦，这个也是。哎呀，这个好肥呀、啊！哎呦，为什么呀？哇，一只梭子蟹直接跳出来！梭子蟹的个头可以哦，呀，把它给收了。这底下有没有长螃蟹？哦，这里有一只哦，活的，我以为它不活了嘞。哎呀，看，软绵绵的。刚蜕壳不久的，个头可以哦。哦，这里有一只，嘿，看到它眼睛了，小小的眼睛，哎呦，看，个头，这个头，可以了吧？这个头，我去给它大一点。哇、哦，这里又来一只，哇、哦，这只就算了吧，这只就不要它，它小了那么一点点。泥土下还藏着不少货嘞，哇、哦，条鱼，漂亮，这里土也有点不一样，哦，又来一只螃蟹。哎呦，凶巴巴的！哎呦，好凶啊他！算了，
里有一只，哦，哇哇，这里又来一只，哎呦，看，这只可以的，那只咱们就算了吧，那只不要了。哇，这螃蟹很喜欢上岸的，这些兰花蟹、梭子蟹什么的，特别喜欢上岸，你赶紧握进去吧。哇，这里有一只大的，就只有一个钳子。嗯，哇，条鱼，条鱼，条鱼，哇，肥吧，这个超好吃的。哇，这里好多河豚呢，看，那里打水，哇，三条，好可爱这河豚。哇，大！哇，这河豚它潮水涨上来，它会自己跑掉的，所以说咱们不需要理它。哇，一个青色的腿，哦，被多什么东西给吃了？哇，哎呦呦，哇，有一只螃蟹跑下来，哇塞！哎呀哎呀哎呀，凶哦！哇，这里有一只，哇塞，这只更大，哇，巨无霸，这只好好大好大，这吃起来好爽的。哇，大个头，哇，还在吐水。哇，好肥啊，这肉肉都出来了。哇，这里又来一个，哎呦哎呦，哇，这里不少，看看看，哇塞，好多啊，还有沙白什么的都有。哦，这里有一串葡萄，哇塞！这个个头可以哦，但是的话，种的话是鱼卵来的，咱们就不要它。嗯，哇，巨无霸！就一些小螃蟹。哇，这里有一只，呀呀呀呀！哦，这里也有一只，哎呀，真的好多哎，
怪不得那些阿叔都放网在这边。哎呦，虾！哎呦哎呦，上哪里去？哎呦哎呦，哎呀！哎，哎，哎，哦，这里是这条吗？怎么感觉不像？是这条吗？这是我们今天的收获，抓了好几只兰花蟹，一只大青蟹，还有螺。今天这会儿要黑下来了，拿着这些回去煮个晚饭了。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美的视频可以关注，咱们下期见喽，拜拜。